夫妻生活呢，是该女人还是该男人主动呢？今天呢，我就把夫妻当中的这些小秘密都告诉你们。夫妻生活呀，是婚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说到主动的话呢，那完全是看个人的需求，而且这并不算是一个问题。早在恋爱期间的时候呀，双方就应该有所认识，男女任何一方主动都是情理之中，思想上的包袱并不存在，不必要给自己强加一些枷锁。但如果你想提升夫妻之间的生活质量，那么你在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呀，就一定少不了这个好东西了，就是这款古龙香水皂。你呢，可以用它来洗头、洗脸、洗澡都是可以的，成分温和，洗完澡全身清爽不紧绷，而且呢，它还会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古龙香味儿，而且这个香味呢，可以让你的感情迅速升温呢。你刚靠近一点点，它就已经闻到你身上的香味了，你说哪个女人能够抗拒得了呢？现在呀，厂家也在做活动，我觉得呢，每个男生至少要备上个4-5块吧，左下角赶紧去抢吧。